Hello. Hello. Hello.继续放歌。Hello，大家。今天打灯了，这边有个超大、超大、超大盏的灯，但是有鉴于我的房间现在超乱，所以我现在不想转镜头给你们看。Hello， 打了一盏超大、超大盏的灯，毛毛的，对啊，我毛茸茸，是一个。冬天也很适合的穿搭。我觉得好水肿，是我错觉吗？我觉得我好水肿，虽然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很肿。啊，我不知道在肿什么。今天有打一盏大大的灯。你们看它可以用遥控器，厉害！怎么样？哦，哦，超亮，超亮，超亮！是用哪个？哦，这个是调那个冷色调、暖色调。应该是阿潘太美，夸张了他哥，你夸张了，嗨大家，公演有任何心得吗？募集公演心得，小圆脸，对啊，今天是圆脸，今天好圆哦。任何公演心得都可以讲哟，一样坐中间。公演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还行吗？我觉得很久没有跳，然后体力很下滑以外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觉得就是好像有些曲子强弱我可以抓得更好了吧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样就是。等大家的心得 ，Des。话说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很少在打、啊？现在是不是很少人会？现在是不是很少人会打 Rapple？ 是吗？有看到你的这个吗？有，我有看到。阿里嘎多，满满的眼神交流，其实都是旁边女犯的。哪有？嗨，林品君，公演那个啊，你反应是？不管就是别点。Hello Andy， 就是现在是不是比较少人会写 report？ 麦克风测试，阿潘不要吃哈。谢修哲送的质朴的守护灵。嗯。对，有没有什么？特别印象深刻的曲子，阿潘疫苗打了，身体不适状况过了吧？过啦，过了，早就过了。Hello， 钟莹，摄取香菜有效增进？才没有，才没有。舞风感觉变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就是了。对，我觉得有变，可是我自己也说不上来，因为
我也没有刻意的想要变，可是我也不太知道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，但是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好像跳舞的，表情能就好棒，超赞，谢谢。是不是力道变强了？好像因为我就是有在拍影片嘛，然后拍影片的时候就是会发现跟实际上公演好像有一点出入，就是拍影片的时候有些手的动作要更利落一点，所以可能变成施力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了。那我自己也是说不太上来有什么明确的不一样。 Hello 奇月，观察到阿潘嘴型一起打哭，就平常就是这样啦，平常就会跟大家一起打哭，但习惯就好。是不是有小蚊子？手臂齿很小的吗？我没有注意耶，因为在这里嘛，我最近都穿长袖，你没有仔细看。打死他不要，我打不到，算了。你现在很迟缓，谢谢你的大爱心分享，不客气。然后还在就厉害了，他们家猫咪的抓痕倒是还在了。他们家 Q 比的抓痕还在吗？小蚊子来飘 report 的。阿潘那天被咬很痛，很痛。它是只咬表皮的，这样就是一小层这样，它会只咬一小层起来，所以特别痛。你们知道，就是皮，就像你捏人家，你如果只捏一点点，它就痛。但没包棉被吗？在开播之前，我一直在活在被被下。公演那天，我还是公演后第一次坐前排。那两个洞，美玲根本是蛇吧？她是毒蜘蛛。真的看两个洞都不对啊，都不对啊。她那天已经算下手很轻了。我一次真的被咬到，我一次被咬到凹陷哎，一次好像咬在右手吧，被咬到凹陷。但是我现在手上都是那个，都是 Q 币的抓痕，都是 Q 币，都是 Q 币啦。被美玲咬的地方痊愈了吗？我没有看呢、欸，我没有仔细看。那都穿长袖，不知道太好了吗？但是很痛哎、欸，真的很痛，那当下真的很痛。毒蜘蛛。你被美玲刺到有无法自拔吗？那样算被刺到吗？那样算被嘎丢哎！公演第一次坐侧台，开心吗？过几天还要更冷。对啊，我要死掉了，我要活在贝贝下，继续当我的贝贝小精灵。你知道贝贝小精灵怎么来的？贝贝小精灵是一个贴图，你就写我是贝贝小精灵，我离开床会死掉。那是我哥传给我，然后我就开始用那个贴图了，我觉得太适合我，这是我嘛。阿成第一次看，他说很开心，我也看到阿成，他是不是刚好坐在新衣后面？我看到阿成的扇子，贝贝小精灵就是我，离开床会死掉。贝贝小精灵好可爱，对不对？贝贝小精灵超可爱。被美玲的刺嘎久就会无法自拔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英主的 MC 越听越饿。那天结束之后，是不是很多人去吃火锅？真的是可以去吃火锅了，各位。我也好想吃火锅，突然。这次终于带上阿潘扇子，谢谢。明天还有女朋友说芋头，
我不喜欢吃芋头吗？因为我们是说像什么，可是我不像芋头，我也不觉得我像青江菜啊。也是你们觉得我像什么？我哪有像青江菜？我吃热炒，对，去吃火锅了。天津人吃火锅是对的。我看起来像青江菜吗？看起来像盘子吗？这不是说是花椰菜吗？那是林忆云的梦里面是花椰菜啊，像香菜才不像，才不像。开心。阿芳等于举落，为什么我是举落？我要成为高丽菜是吗？像颗马铃薯，特别多。我现在看起来的确蛮像马铃薯，而且我咔咔的。我现在咔咔的，看起来像马铃薯 potato。比较像盘子。哇，你看起来像盘子吗？马丁说吃火锅的时候，他就是素鸡精，因为他喜欢吃高丽菜，是吗？对对对对。今天开始喜欢吃青江菜。我今天才吃了一盘青江菜。你房间到处都可以当直播背景。对啊，我房间很大。像芋头很奇怪，芋头会融化，很像我啊。我会变一滩阿盘。有看果实的 MV 吗？我没有看。有毛豆马铃薯是奇异果吗？哦，我看起来很像奇异果哎，奇异果。他们穿这样我也不会冷的，我穿的超暖的，是吗？不怕冷。现在你像沙发马铃薯，你很像马吉烧，可以变成一坨，谢谢。我现在就是一坨啊，是一坨，看起来像大福 QQ 的。赞哦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开了火锅台，就是把你们都变成食材。不行，不要唱第二次。谢谢吉米送的香槟，谢谢吉米。ありがとう。我来放个歌。这是不是没有完整版？我想听完整版。这个好了。粉丝改名大会的火锅台。解锁了新的特效，我解锁了一个什么？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哇！好可爱哦！是不是该开暖炉了？我看起来真的很暖，是有这么一回事，哈哈哈！好怀念你。我要来跟你们介绍，你之前那几个月没播都有乖乖运动练舞吗？一开始有，后来就没有了。化成石了，他粉红沙土，已经忘了自己被变成啥怪食材了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他以为是 GU 那个选手睡衣，哎，我超想买的。这个特效怎样？这次哎，为什么 ？GU 那个熊熊睡衣很可爱，我超想买那个兔子的那个，就是因为可是我太常买睡衣了，我已经被勒令不可以买睡衣了。可是那个真的很可爱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它就是全身毛茸茸的，然后有那个兔子耳朵，然后还有熊耳朵的那种，超可爱的，很欠买的，就有了。白兔变羊的故事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像羊嘛，我看到像绿豆糕。活动结束就不能做糕，
毛茸茸的可爱，谢谢。记得这女款，对啊，不然天天想穿嘛，你可以买 XL 号看可不可以穿。应该不用吧？我觉得女生的衣服应该其实买大件一点，男生也是可以穿。到底收藏几件不好说。然后跟你们讲，我收到好多生日礼物，我收到我朋友送生日礼物，我要拿给你们看。看到吗？防疫面罩就是椰子他们送的，然后这边好多，我要拿给你，我收到好多礼物，好开心。这是一朋友送的，是帽子，是朱莉娜想得到帽子，超可爱的。这里有马自于朱莉娜戴，我看到吗？这个是 NJ 马自于朱莉娜想的，一个朵朵呢是朋友送的。然后这个是妈妈送的，妈妈去买了好多东西，妈妈送这个，这个他自己讲的自拍板，这是妈妈送的，就这袋都妈妈送的。然后哆啦咪酱的吊牌，超可爱的，这个，然后还有他自己讲，因为我就想他自己讲，然后就买了他自己讲的吊饰。讲的魔法帽的吊饰，然后这个超可爱，它是流沙杯垫，我有点，它是流沙杯垫，各位，这是哆啦咪酱的流沙杯垫，超漂亮，超漂亮。然后再来是马朱丽卡，是小布丁，是小布丁，因为这个好像是加价购，它超可爱，它下面有个本机，你们看到没？超可爱的，是小布丁，我还没拆开耶。那那样好像可以拆开来拿来抱抱，但是我还没有拆开。是小布丁，小布丁，超可爱，小布丁。没有 BGM。嘿，一九哇，妈妈搞了你这个真宝贝。然后要再来开下一袋，是朋友送的，现在是镜像，对呀、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们看的礼物了。然后再来是这袋，这个是朋友送的，好多哈哈，对啊，我今年原本想说我要低调过个，我就是跟朋友去吃个捞，去朋友吃个海，跟朋友去吃个捞捞火锅，然后就这样。就收到超多礼物，又收到超多蛋糕，但现在没吃完，我真是要疯。对，我收到 U9 了，我朋友送我 U9 啊！我还在想要把它摆在哪里。想要摆在哪里？是 U9 哎，大家 U9 是 U9 哎，我有特效是不是？有什么东西特效？好像没有，只是搓一搓，然后感觉好像挡到什么。是 U9 哎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。长的是维尼，我超开心的，这只维尼超可爱，真的可爱到爆，它超可爱，我没打开过，我开的，打开看一下，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年生日都在尖叫，我觉得心脏很痛，因为我一直在尖叫。Happy. He makes me happy.
重看了一次维尼的电影。He makes me happy. Oh, so cute. 他的大肚肚有够可爱的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好，不行，你不要再唱叠词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朋友，他没有送，他没有送礼物，可是，应该说他有算，他有送礼物，就是他很棒，他写的卡片，我很难得收到卡片，就是朋友之间比较少会写卡片，朋友之间通常就是去吃吃饭之类的，然后就很可爱的，超可爱的写卡片，还画画，然后就画了。他就画了贴给我，我超开心的。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拍的照，他把它印成拍立得，然后还签名给我，还写蒂尔阿塔。我真的是要被可爱死，他真的是超棒的，真的超可爱的，就是我，对，就是我，很漂亮，谢谢，很开心耶，很有创意。然后他就写了好多东西，我很开心。嗯，厉害！这个今年收到我，应该是唯一一张卡片，对。我很少在收朋友送的卡片。然后我要来看最后一个礼物，最后一个礼物最浮夸啦！最后一个礼物超浮夸，我真的觉得超浮夸，超浮夸的啦！超浮夸的，就是我最近就一直说我想要用，我想要自己去买一瓶新的香水，就是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，我就想要自己去买一瓶这样，然后我一直没有去买，然后就朋友听到我想要香水，你就送了这个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，啊，夸张了，里面是香氛蜡烛跟两个香水，这是香氛蜡烛，我还没拿出来用，然后还有两瓶香水，超喜欢，超开心的，这个真的超香的。然后它就是柜姐好像还有送那个试用品，所以我最近都是喷试用品，我还舍不得把这盒打开，夸张了。这是朋友送的 dash， 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大家我的礼物区还没结束，这个没有放在盒子里边，我收一下，就是很夸张，然后还有。收到了这个，朋友夸张了，他折了一堆星星送我，太夸张了吧！而且还是粉红色、蓝色跟紫色，超夸张的。这个超夸张的，现在这年代还有人在折星星哎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这是我朋友送我的，超厉害。超喜欢的，超喜欢，超开心的，啊！超喜欢，我还收到了一个小海报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里面在背小海报，小海报好了，这是便利商店买的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小海报。他们说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用小海报贴图，小海报，然后我家的附近的便利商店都只买到大海狮，买不到小海报。然后我就收到小海报了，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还有什么生日礼物？再来就是，应该就这样吧。还有什么？再来就是我收到了一盒 donuts 跟两个8寸的这么大的蛋糕，我这次吃蛋糕吃到要吐血。小海报，请放回被窝，谢谢。这天气的小海报要好好窝着，小海报。小海豹有咬到我，小海豹超可爱，小海豹 dash， 小海豹，他是不是不小心唱了很多次？对不起，
忘记了。那刚刚吃到吐，我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都是甜的。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甜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就是大家的心意，我就还是会把它吃完。然后就一直在吃蛋糕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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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蛋糕。我吃了一个圣叉罗的焦糖蛋糕，吃了一个红叉的芋泥蛋糕，我是八寸这么大一个。然后我收到了一盒米斯特。对，密室特甜甜圈还在那里，还没吃完。然后我跟妈妈一起去做的蛋糕，跟妈妈一起去做蛋糕，你们看，我做了这个，因为真的做太多蛋糕，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不想再做大蛋糕，我要死掉，然后就做了这个，是布朗尼甜甜圈。我还没吃完，还有好多，等一下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看见了吗？这是我做的蛋糕。哦，小蚊子马上出现！别过来，我是给你吃的。这是布朗尼甜甜圈，很好吃。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还没吃完。我有送一点点给朋友，然后我自己还没吃。天哪，好多东西，这么多吃得完吗？我会努力吃完的，我会加油。我现在不敢去量体重。我的刘海好猖狂，随便它。这里需要一份，不给你。那个我觉得我做的很好，我觉得我做的超漂亮，超好吃，那你们吃不到，哇哈！咦，というわけで以上は私の今年の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です。还有一件那个外套，就是我公演那天穿的那个外套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，就是健送的时候，我身上不是穿一件黑色外套。那个也是我的生日礼物，对，那是一件阿滴滴的外套。开心收到超级无敌多礼物，我要把他们都放回桌子上等我一下。香不香我不知道，但我穿得很香，是真的。我觉得我穿得很香。但总之就是这样，我现在房间的桌上就是堆满了这些礼物。然后我也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整理，但是没关系，看着心情就好。现在他们就继续待在那吧，这样。听到好多羡慕，超开心的。我也没想到会收这么多礼物，我就是一个没有很常在过生日的人，就是每一年通常就是吃，就是吃个蛋糕这样。吃个蛋糕，吃个饭，这样。哦，啊！我到现在还是很不会整理这个刘海。我用法子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出门吃饭，然后我就是生日这一周就是一直被约出去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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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前两天吃了乐雅乐，是不是那个朋友请我吃乐雅乐，超好吃的，我点了汉堡排，然后前几天又吃了什么，吃好多东西了。就吃捞捞，然后
跟爸爸妈妈去吃藏寿司，吃超多。奶奶很难过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，就是，不太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去吃吃饭，然后就没了，就结束这样。很少像这样，什么还没生日会桌上就堆满了。在那边小圆脸，哪有，我脸还是尖的吧。天气好丰盛，可以国历农历各过一次。大家可以帮我过农历生日啊！就今天是我农历生日，可以开始过了，大家就可以唱歌了。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。我今天农历生日，农历生日。Hello， 草莓酱，还有下午发卷直播，可是我刘海好崩哦，不行，我要带着发卷。自己唱。恭喜又到什么东西？谢妈请送的能量话筒，生日快乐！不行，谢谢江阳送的告白气球，我今天农历生日，可以祝我生日快乐的各位，你各位，我农历生日。然后我这礼拜还做了什么？这礼拜做好多事情了，好忙哦，我好忙哦。生日快乐，阿里嘎多，阿潘农历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不要，我要憋到28号再说，好吧？真是没祝福到，一定要祝福一下，谢谢飞镖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农历生日快乐，谢谢慧香，公演生日快乐，虽然过了，好笑，带着发卷直播，好笑。明天生日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怎么叫你？你每次都挂高彦辰辰辰进来，我怎么不能说高彦辰生日快乐？我要怎么称呼你？我想吃生日会，生日快乐！你不能来吗？哭！谢谢米酒送行李箱。我怎么感觉戴着发卷好可爱？因为可爱是浑然天成的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我也很困扰。跟颜色还是有唱生日快乐歌啦，耶！农历生日快乐，今天提前下班就有歌要直播。这个是我的公演，竟然是公演上，竟然是我自己要求大家，竟然是自己要求大家唱歌的。你们唱歌给我听，超好笑。还有爱晨，还有阿华，啊，我好像都把我的话题讲完了，对，我都讲完了，我要讲什么？我还要讲什么？不然我没有想讲的了。要唱什么歌？要唱生日快乐歌。我今天农历生日，我妈跟我说的，今天会唱歌吗？要唱什么？我不知道唱啥，好像都可以啊，我还蛮随和的。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好多可以，应该可以喝吧。
可以喝吧。蜂蜜水，蜂蜜水应该还可以喝吧，应该不会坏掉吧。你要喝蜂蜜水，然后你应该唱黄梅调吧。黄梅调是什么？我要唱什么？九里谁看路？不要摇会容易坏，真的，完蛋。他问这种问题表示放很久，对我放很久了。味道好像没问题啊。你确定？它味道没什么问题啊。加布咯，对啊，加布大家甜了没？大家有甜吗？加布，我决定把它剥开。好像很久没有用厕所。哦，好久没有用厕所了，这是谁？嗨，怎么没有厕所？有心无卷，这次抽奖要弄什么？原来明明很好看，谢谢阿成。对啊，这次要用什么？我们来讨论。为什么这次有什么小游戏吗？我这次是想说要就是做那个幸运转盘，就是这样咻，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是咻，然后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停在其中一格这样。啊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了。大家还想听歌是吗？哎呀。我在打蚊子，不好意思惊扰大家了。你不是有想法的吗？我的想法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嘟的东西，小蚊子 gank， 我没有打到，这个转太大力七秒直接过，我就强制他停啊。我手会看到手做千年积木会怎样？会觉得超猛，强制终了，需要电蚊拍比较好用。再说这次把手粘牢一点，还有，这次不会有把手，就是那个转盘了，让他开心转。可以啊，你转的然后停不下来，然后拜拜一下。这就是自己控制的事情。一直转啊，你七秒就到了，然后就拜拜。有预估几张可以转吗？没有，因为要做出来才知道，我还没做出来，要做完才知道。才知道它转需要几秒，转到秒数到，对啊，等蚊子停在某个地方，它没
面呢，他去哪里了？他不是有房间有甜食，然后他就想吃，但他吃不到。然后我刚刚在喝蜂蜜水，然后他喝不到，笑他。继续再罚酒。班委送的 Kiki 做你的喵，是不是该握抱了，各位？蛮想握手会，怎么感觉好像就是一年就这一次？那是不是该握抱了，各位？这次握没握到，下次不知道在哪里。对吧，小海豹？小海豹好可爱啊！海豹。好，下一首。那放啥好嘞？真正在手起刀落的另有其人啊，是谁在手起刀落？手起刀落呢？啊，好厉害哦！手做千年积木，哎，太猛了吧！真的手做了，你今天玩了，阿里嘎多。一年一握。对啊，一年一握是不是该甜起来？手举不起来怎么刀落？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嗨阿康，我公演被你的彩带打到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I'm so sorry， 我丢彩带的时候这样，噗，然后结果就丢到侧排嘛，侧排不是两排的，然后就打到第一排的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完蛋了，他是谁？对不起，是狗狗。我已经填 A， 下次收到专辑来填 B。没问题，你们这样子我的服装就很少，你们只会看到两件。好，试过了，被彩带砸到，超好笑的，忍不住笑出声音来的阿潘。啊，什么东西？阿潘几乎都在我的对面，那开道歉记者会啦、啊。超久没看到潘，超感动的，夸张咯，夸张咯，被前截止人打到不得了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好笑哎，羡慕个毛！而且我丢得很用力，对不对？噗，然后直接打到他。冠伦拜拜，你有夸张，很夸张耶。
就算我没有出国深造，还是一样，大家好像都是很久看到，大家一样都是很久没看到成员，不是吗？那个彩带丢出去有音爆，你知道吗？哪有哪有音爆？你是说打字丢出去，然后有那个咻嘣这样？哪有？超想用捕手手套接的，哪有那么夸张？他叫卢小小。好小，那很尴尬。然后这次公演还有什么小事故？我想想有什么小事故好了。有什么？我转圈站不稳，超好笑。出国深造不是朱大哥吗？我出国请走。音爆这种程度应该是奇遇老师吧？嘣！太夸张了，你们不要在那边造谣。你要在那边捏造你们的记忆了，好夸张哦！那个千年积木盒是怎样？好夸张哦！你是怎样？你要得得了得？得得了得？我准备这一句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你有站不稳，我还有看错，我有站不稳啊！我站超不稳，超好笑的，我就转过去，然后就呜呦。超好笑，丢脸！我跟他们说这是我新买的手机壳，新买的手机壳。什么 JO1 新 MV 出来，然后我没有看，等我，对不起，等我。大家一起看 JO1 新 MV， 大家一起看。你们看呢，超好笑。
すごい。すごい。すごい、我觉得很好看呢。すごい、すごい、すごい、すごい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没错，认真看 MV 的女人最美丽。我好认真哦，我刚刚认真到嘴巴都开开了。好听耶，我觉得是好听的，不是韩国人啦，他们是日本人，他们是日本人。阿爸，你的手腕多大？见。见。见。的手腕很小。是不是地震？哪有哪有？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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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没感觉啊，北部慢一点。有吗？好晃，六楼好摇，我没感觉。什么意思？没感觉啊？谁？哪里有地震？哦？没啊，欸，我房间所有东西都没在晃，欸，我没感觉，呵呵，我在等垃圾车载我，我没有感觉，新北无感，我是新北，我没有感觉，欸，黑色皮衣笨蛋没有感觉是正常的。什么是黑色皮衣笨蛋？确认只有一个方法，打开 PTT 你就爆挂。我也没感觉，摇一下而已，真的，我刚刚都没有感觉。因为我房间所有东西都没得晃，哦，无感无感。或是打开 FB，DC 有感代表有，嘿，我没感觉，可能因为我住三楼，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感觉。你哪会无尴尬？我无尴尬。真的有地震哦！呼，大家还好吗？大家还好吗？是怎样？他是抖一下，是不是？就这样抖一下，然后我刚好没有被抖到，这样是吗？嘿，继续放，重放一次 JO1。神仙杂货，不是神仙杂货，不要神仙杂货。是小小的，然后晃很久。诶，没有感觉。国家警报都不屑的就忽略吧。对啊，国家警报没出来，应该没事。就你刚放 MV 的时候抖了两下。嗯，我告诉你呢。好笑。我怎么没感觉？啊，我怎么没感觉？这次的生日会吗？生日会我蛮喜欢周边的，然后我会穿的有点香，有点香，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。我穿的有一点点香，一直对 JO1 有感觉，是来摇晃了两下，我没有晃了。各位照片拜托你们，请大家拍包拍的好看一点，谢谢。那我还在想发型，我还在思考。其实我觉得最好看的发型就是都不要动，我觉得清汤挂面其实是最好看的。先不爆雷我们穿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主题还蛮香的。偏偏有点香的时候没办法去，
我会努力多拍点照片，可是我会怕我会先冷死，我可能要先想一下怎么不冷死这件事。我也是放法派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吧，可能在加法式，我就很想要放什么法式，就是会坐在阿潘前方，真的假的？好开心啊！一切沾你，会冷死感觉就很厉害，很冷很冷很冷，真的很冷，那个很冷，那个真的感觉很冷，他现在已经挂在我的衣架上了，我看就觉得冷，人生难。那就挂念吧，期待一波，再思考一下，看要编法还是怎么样吧，期待一下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然后好像播一个小时了，我要来念榜了吗？好看是一定的吧，我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呢，我长得这么好看哦，我好多红包哦！哇，我又有红包了。我先，好吧，那我等一下念吧，等一下再念吧。时间过好快，对啊，一个小时过得真的很快。我什么事都没做，就一个小时就过去。好了，我等一下还是再去重洗一次刘海好了。对，刘海很容易爆炸，现在。但是我觉得公演那天刘海都没有爆炸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又开发了另外一种铁臂刘海，我好像又开发了另外一种铁臂刘海。为什么你这么好看？因为我吃可爱长大的，谢谢。刘海真的是一种很有自主性的动物，对啊，他会自己选择他想去哪里。铁臂刘海 3.0， 好啦，那么我要来念榜了。唱完了，来念榜，刚好播到就刚好来唱一下。Yes， 今天第十五名是阿凯，是阿凯。第十四名北极熊，谢北极熊。第十三名玉安，谢玉安。第十二名是惠香，谢惠香。第十一名是补档截到吐，谢补档截到吐，笑死。然后在第十名愚者，谢愚者。第
九名是修泽蟹，修泽，第八名是米酒蟹，米酒，第七名是斑尾蟹，斑尾，第六名是中影蟹，中影，再来第五名是嘉阳蟹，嘉阳，第四名是 Happy Love 生日会见 ，Happy Love 生日会见，真真超好看，我有看 SH 的猜拳大会前面的演唱会，还有看他们的三周年，我觉得非常之好看，我觉得有被真真跟那个毛毛。我被毛毛圈粉到，然后再来第三名是吉米蟹，吉米，第二名是 Martin 蟹 ，Martin， 第一名是朱里恩，耶，耶，都要给力！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下次的直播一样是礼拜三。所以礼拜三要记得来看直播，然后我是不是有好多天没有po IG？ 好啦，我等一下会记得po，但是大家要记得去看我的四条，我的四条这次点阅率好高，好开心，请大家多多推广，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，这样辛苦了，拍手。祝我生日快乐，农历生日快乐！不是周一开直播吗？我下礼拜也是开礼拜三 ，yes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朋友没几个，太伤心了吧？所有的朋友，海报吗？一直拍手，海报啊，海报在这里，小海报。大家晚安，分享给你所有讨厌香菜的朋友，辛苦了，阿布，阿布，晚安，晚安姨婆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要晚安，拜拜。